歡迎大家嚟到香港這一天。咁啊，今日同大家就講粗口事件，唔係講粗口，但係嚴格上嚟講咧，應該係所謂浸會大學嘅佔領事件。咁啊，事源咧就係有班學生咁啊，衝到呢個學校嘅一個語言中心嗰度質問一啲教職員咧嗰個豁免修讀普通話嘅一個考試啊，一個豁免試。咁啊，個政策同埋即係嗰個結果，即係個合格率低嗰、那個問題嚇。咁啊，一段網上嘅片段咧，就都喺社會上引起好大嘅爭議討論。咁啊，學生嘅情緒都相當激動啦。咁而有其中有位學生咧，就鏡頭所見啦，就爆咗句粗口。咁啊，網上個反應都幾～可以講是兩極的，即係有多係針對嘅粗口啦，即係覺得唔係幾啱喎嚇，即係咁樣鬧啲教職員個衝擊啊咁樣嚇方式。咁啊，但係另外都有啲係針對翻個政策嘅，即係究竟浸大一個咁樣嘅政策，要一啲學生普通話水平即係要有翻咁上下先至畢到業，係咪一個問題咧？啱唔啱咧？咁另外就係話嗰個考試本身啊，即係係咪一個處理得係較為好咧嚇？咁啊，琴日校方咧就可以咁講啦，懲罰咗兩個學生，就要佢哋暫時停學，就要等個紀律委員會去調查。咁啊，大家覺得校方個處理係咪恰當咧？另外即係要求，首先提到啦，要求學生普通話有一定嘅水平。先至畢到業係咪一個合理係咪一個合理嘅要求咧嚇？嗱，事件咧其實就性質上係一個大學裏邊校園裏邊嘅一個校政嚇一個政策。咁可以咁講，其實每日都係發生緊香港八間即係八大院校都有各種各樣嘅其實事情校政咧，可能都相當爭議嘅，有啲唔係咁多人留意嚇。今次嘅事引起咁大嘅風波，當然係好其中一個即係直接嘅原因就係學生嗰個抗議嘅形式啦、爆粗啊啲嗰方面啦嚇。咁有啲網上評論都針對到啲學生啲英文啊咁樣嚇，其實嗰個就係一個枝節嚇。英文水平都係一個即係更加廣泛普遍嘅問題嚇。校園裏面有一啲咁樣校方同學生嘅衝突，亦都唔係第一次喺浸大發生。港大過去幾年，其他啲院校都有出現過一啲嘅問題嚇。咁但係今次就睇嚟都仲會燃燒住落去啦，因為兩個學生停課要求佢停學，咁然後浸大嘅學生聽日又遊行，咁今日咧就有一啲嘅大學裏面嘅校園亦出現咗一啲之聲援，即係呢兩位學生鬧即係浸大校長嘅一啲大字報啊，或者一啲標語啊咁樣嚇。浸會大學裏面亦都出現咗一條就係話即係不要普通話咁樣嘅遊上牆上嘅一啲標語嚇。咁成件事即係第一就係即係大學已經即係基本上成為社會上爭議嘅一個縮影嚟㗎嚇。咁另外就係可以咁講係另一個政治角力嘅一個場所嚇。嗱點解咁講咧？就係大家我都會留意到就係近幾日咧，其實一啲親中建制人士或者媒體咧，就都將成件事咧就都提升到一個更加高嘅政治層面㗎嚇。今日民建聯主席行政立法會議員李慧瓊咁啊喺報紙度寫咗個專欄，咁佢就話呢個佔領啊，浸大呢個佔領嘅事件咧，就反映咗係一個佔中嘅一個遺禍喎嚇。咁啊，佢裏邊有句説話嚇，就説穿了，就話反映咗咧呢次即係普通話嘅測試咧反對呢個普通話測試咧，只係一個表面嚟嘅嚇。抗拒一國先係問題嘅本質。提升到即係一國兩制嗰個層面嚇。咁另外內地嘅《環球時報》咧，佢又有篇評論嘅文章，咁啊提到啦，就話佔領係一場意識形態嘅衝突，
係香港嘅部分人士嘅本土化思潮侵蝕大學校園，咁啊導致一啲學生咧對呢、這個學普通話咧產生咗一啲抵觸嘅情緒。咁啊，親中建制嘅一啲人士咧，將個風波咧其實就提升到一啲中港矛盾嘅層面啦，一國兩制嘅層面啦，甚至一啲意識形態嘅一個衝突。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多多少少或者可以解釋到咧，就係即係浸大今次面對住喺公開網上又好，或者呢啲即係一啲親中建制嘅一啲人士嚟自嘅一啲壓力咧，背負住嚇，即係話要咩維護一國啊咁樣之下情況之下咧，對呢個學對呢兩項嘅學生咧就作咗一個相對啊，即係一個比較重嘅一個停課咁樣嘅懲罰嚇。嗱，嗰件事喺事件喺網上邊同社會上咧有幾尖鋭對立嘅睇法。咁表面上咧，其實就係嗰句粗口啦嚇，即係同埋嚇，即係嗰個形式係有一啲嘅起碼教職員一啲當即係當日嘅教職員又話佢哋感覺到係被威脅。咁啊，個學生會會長咁琴日其實亦都走咗出嚟道歉。咁啊，佢又否認有威嚇嚇。嗱，其中一個爭議點就係即係粗口個問題嘅近年，都唔係近一兩年添啦，近好幾年，即係香港嘅大學生講粗口，其實都變咗一種普遍嘅現象嚇。咁以當然咧，以示威，甚至即係某種衝擊。或者是一種即係用粗口嚟去學校裏邊嚇，針對一啲教職員質問佢哋一啲政策，即係或者測試嘅一啲結果嘅公平性啊，始終都唔係一個適合或者正當嘅做法。咁所以睇到就係社會上其實都普遍係唔能夠接受，即係呢一種即係當日學生嘅一啲行為嚇。嗱，佢哋會期望就係話大學即係校方方面，即係既係要適當地處理翻即係學生不當嘅言行，對學生對個社會咧，擺翻出一個即係正確嘅信息。但係其實同樣地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咧，就係話學校都應該去了解翻，去檢討翻個政策係咪一個合理，嗰個評估係咪一個合理。對學生的要求的水平是否一個合理，都有不少的人分析就是說那個測試的內容都是有一些問題，中間再之後就是跟學生的溝通是否再出現了這些問題呢，其實校方是應該 交代回，而不是說將那個焦點呢似乎就將擺在一些表達形式和就是一兩句粗口的問題那裡。嗱，講翻少少《環球時報》嗰篇文裏邊，佢其實仲有一句，仲有一點咧，係幾有意思嘅，就話佢就話稍有一啲高度嘅人都會懂得年青人要學好普通話咧，係佢哋即係對佢哋未來好重要嘅嚇，係相當於係你喺人生裏邊咧就開即係如果你學唔好嘅話咧。相當於在人生裏面就閂了一道大門，從長遠來說普通話對香港的重要性，他就說得很實了，就說肯定會超過英語。這些說話呢就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或者過去幾年呢，我想香港人是特別年輕人，我想其實他們不斷被轟炸，就是說聽咗啲類似嘅説話，就係咩咧？就係話中國國家就係你香港嘅未來，咁你要有美好嘅未來咧，你係要學好啲普通話。咁啊，而家咧講下，再講啲嘅話咧，就變咗一個畢業嘅要求添啦嚇，又測試啊，搞咗一個測試出嚟啊咁樣嚇。咁而當啲測試出咗啲問題，咗啲爭議咧，就成件事咧又翻去又燒到。相當複雜的層面，即係政治啊，一國兩制啊，嗰啲咁樣嚇。嗱，普通話長遠係咪會超過英語咧？我諗都冇咩人可以講得準嚇。
但香港人過去幾十年其實很多機會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都其實都有接觸普通話，每個人其實對這個問題普通話重不重要有多重要其實都已經有個答案，要去學好普通話的話我想很多人有自己的經驗， 你真的你逼得埋你呢你 自然而你又會覺得掂，很快可以掌握得到有自己的方法，其實即係嚴格上嚟講，就唔需要你啲大學，唔需要你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嘅操心。你太心急嘅話咧，反而即係要大家嚇，即係更快地融合。大家要用同一種語言，所謂嚇同聲同氣嘅話咧，更加心急嘅話咧，更加容易令人反感，有反彈。咁今次件事其實多少都是反映了這些情緒的，今天講到這裡，多謝大家，拜拜。